从你，不畏惧心到底，你的爱已经将我追洗涤。清风抱过黑夜，我只要抓住你，你的同在是我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友朋友，平安，欢迎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诗篇63篇1到8节这样讲：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为着过去的一周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谢谢你父神。我们呼求你的灵过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你是只唯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父神，就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让我们可以真的配得上过来，可以赞美你，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父神，谢谢你，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敬拜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你手中，请你大大祝福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每个人得到智慧和力量。父神，谢谢你，就请你大大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今天牧师的讲道。父神，谢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现在我宣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来一起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我们要向高山举目，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投靠耶和华，长此依赖人。投靠耶和华，长此依赖王子。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最高的山举目。主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谢主耶稣，他为我们除去了罪的捆绑，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不但能够原谅冒犯我们的人，也能原谅我们自己。这种亲神的感觉何等美好！感谢赞美主耶稣。生命改变，他救我，使我。
是主耶稣，他洗我一切罪污，我愿永远赞美救主，高声称颂到天家界处。
是圣洁公义的主，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主，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却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我们也愿意全心的来爱慕你，侍奉你，因为这都是你配得的，你是荣耀的君王。荣耀
是风一条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风里请到了吕少昌院长来传讲我们神的信息，请大家预备好心来听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末后时代的饥渴。东安三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疫情当中再次跟各位问安。又是差不多四个月过去了，耶利米这样说的第八章，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所以他想到他的百姓的难处，眼看着耶路撒冷城要破灭了，他有这样的感慨。接下来第九章说愿他以头为水等等的。那我想我们现在疫情如何呢？我们是不是麦秋将至，夏令已过，我们还在这个光景当中吗？所以我们来反思，现在世界或者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对不起，这个外套有点热了，我容许我脱下来，因为我没有其他时间更合适来录影了。那我家里又没有冷气，所以再下去我的太热可能会宕机，所以原谅我就不穿西装外套了。现在世界跟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有各种不同的需要，但我想疫苗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好了，就算十月份底十一月明年春天疫苗能够真正能够开发出来，那之后呢，是不是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不是，我们还是要面对最根本的问题。我在想，今天的美国跟主前第八世纪那时候以色列跟犹大的光景非常的类似，尤其是以色列，他光荣消退，他光荣褪色了，耶罗波安就要过去了，那乌西亚很快就要驾崩了，年老了，社会上司法不彰，
贫富更加 不均平，公义公正是非更加的混淆不清。但是当时的主前第八世纪好像跟今天的全世界跟美国有几分的类似，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知道根本问题所在，求这个求那个，但不晓得这症结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的美国社会或者是教会会不会不小心也落到同样的光景呢？所以我们今天想从奥摩斯书第八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末后时代的饥渴。到底我们饥饿的是什么？我们干渴的是什么呢？在这末后的时代最能够满足我们需要到底在哪里呢？什么是真正问题症结根本所在呢？奥摩斯书是结构很工整的，它基本上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 大段落是第一章到第六章，讲到是一个审判的神谕，总共有五个审判以色列的神谕。那到了第七章到第九章，这是五个意象，就是根据那个审判，然后他看见意象，再有个信息，就审判的神谕。那这五个意象当中很一致的，就是以色列一定会灭亡，因为他们三番两次不知道悔改，当中还插入一个谴责亚玛谢抵挡奥摩斯来说预言的。那之后还再加上两个意，前面三个后面两个意象，最后用一个短短的颂歌，最后一首颂歌结束。那第三段就是最后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六节突然之间变成是一个应许他们一定会复兴，这是复兴的神谕，而就是毁灭一定是确定的，复兴同样是确定的，应许将来要复兴。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经文第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讲的是这个五个意象当中的第四个，用夏天的果子来做比方。有三个大段落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大段落是第一到第三节，这边讲到说神让奥摩斯看见那个意象，一筐或者一篮的夏天的果子。然后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就是来描述重新在陈述说明这个意象是什么的意思。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应该说一直到了第十节吧，十二节，这边讲了说要避免灭亡的警戒，就是一定会灭亡的，也许像夏天果子一样，时间到了要被摘下来的，时间到了一定神一定让以色列灭亡。但是这个警告的过程其实就是提醒他们怎么样来避免，所以避免灭亡的警戒。那最后两节就是不肯悔改的结局到底是如何。从第十一节到对不起，最后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所以从第四节到十二节讲到避免灭亡的一个警戒，之后就说如果没有避免这些回转的话，那结局是肯定的，不肯悔改的结局，十三到十四节。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你有圣经，打开了圣经，在现在网络时代，我发觉像每天我在带学生的早祷还是也是用网络的，我发觉我在电脑上看的经文远远不如我摊开纸本大家看。反正现在在家里圣经不用带来带去，就在书桌旁边很方便的，所以你方便你就打开你的圣经，我来读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八章奥摩斯书第八章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第四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人、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摊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记。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他也必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更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悲哀如上毒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敬畏，我们警戒，我们也感恩，因为即使百姓败坏，你仍然有恩言，你仍然有警惕的话。主，那你爱的，你要多加的责备，甚至击打。愿你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心中也提醒我们，主，在平顺，在逆境，在我们失败、软弱、成功当中，愿你的话引导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什么是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明白，就可以顺服，就可以遵行，以至于在今天，即使这样混乱、一个混淆，甚至一个令人战惊害怕的一个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安稳，靠着你可以得力。愿你自己的话语成我们心中力量，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指教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怎么过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深信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所做的，在你面前蒙你的欢喜，将来在永生当中你也必纪念。所以恭敬仰望，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呼求，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来看第一段，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大意就是说死定了，既然犯了罪，犯了错，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灭亡。所以他用了一个异象，然后加上一个毁灭性的信息跟我们说明。这时候神用一个夏果、夏天果子的比方，在第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向一个事情显明我，就是将一个异象显明我看。所以他就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那接下来他还问他说，确定说他要看得清楚，说你看见什么呢？阿摩斯说，他其实后面是重复的，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其实他只说我说一筐夏果，很简短，两个字而已，一筐夏，我中文四个字，一筐夏果。那这是阿摩斯很特殊的句法，在第一节就是又只是我一件事情，只是我不是很常见的说法，但是他用的语言，我今天就不要再回到原文去讲了。这是个阿摩斯书很特殊的句法，它衔接了第七章，因为第七章的用法一样，这个用法只有阿摩斯用，其他人没有用的。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第四节，第七节稍微有点变化，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第四次，因为第四个意象，所以它只是我，只是这个意象比以前更加的严厉，因为前面讲到亚玛谢，来抵挡阿摩斯，不准他来讲预言，他们不想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当然，你既然越抵挡神的话，神要警告的那分量、声音，就越来越强烈。所以神，因为百姓不听，也不肯悔改，所以第四个异象就产生了。那这里讲到了第三节。第二节的下半段，他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接着就说明，这说明有点跳跃，他没有说明这个关联，说一筐夏果，然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并不再宽恕他们。那第三节加上一个说明，一个补充说明说，那是什么光景呢？殿中的诗歌，所以显然他们崇拜了已经没有了，声音就变成哀嚎了，有很多诗手有死人的、饥荒了、疾病等等这些，无人作声，都人都死光了，没有什么声音，人也不敢说什么，没有用的。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神直接就宣判，结局到了。这有什么关联呢？一筐夏天的果子，一筐夏果跟节气进流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这关联解释很多了。前面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讲的就是你们违背盟约，你们不讨神的欢喜，不听神的话，专门做那些神不要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审判临到，节气进了，所以这个前面的关联其实很多了，只是跟这个夏果好像没什么关联的。不要说第一章到第七章，在第八世纪那时候有许多的先知，像何西啊，像以赛亚，像弥迦，他们讲的不够多吗？讲起来是很长的篇幅了。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突然之间耶和华用让那个夏天的果子让阿摩斯来看见呢？我想最好的关联有人这样解释了，有人说哦，夏天的果子时间到了，就像现在夏天 要结束了，所以你家的那些无花果一定是成熟了，再不熟要裂了，可能就要掉干掉了，或者是石榴，葡萄大概 也差不多 是在采收，或者是有的已经收起来了，所以这都是夏天的果子， most likely 最可能大概就是无花果跟石榴，就像我家的院子一样的，时间成熟了，时间到了，一定要收割了。这收割有的是收在仓里头，有的是收在外面就把它烧掉了。时间到了，所以这次可能是个解释。那可能，但最好的、最理想的，最可能就是谐音，因为"夏果"这个字跟"结局"这个字只差一个半母音，在希伯来文里面。所以他说："你看到什么？"阿摩斯说，我看到夏果，听起来就一样，我看到结局了，我看见结局了，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你就读出来是一样，我看到结局，我看到夏果了。所以耶和华就说，是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因为结局到了，因为结局已经来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抵挡神之后，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信息，神不再宽容，以新译本这里放出我必不放过他们，这以前是放过他们，这个说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宽恕还是好的，就是本来就是要修理他，但是现在不再修理，就不宽恕，就不放过他，其实不好像是神是故意要整他的，其实不是，是我不再宽恕，所以我觉得和本这个翻译还是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夏果的意象，经过那么长，不是只有第八章，前面七章还有其他第八世纪的先知所说的，有一天结局要到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人可以永远在罪中的，有一天罪一定会吞灭这个人的，个人、社会、国家，甚至教会，都一样。神他圣洁的本性不允许这个罪永远在那边是嚣张作王的，所以时间到了，他说结局到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有救恩的，结局是何等的不同。我想这里是警戒的严厉，正表示出来神宽容那种大量那种恩慈超过我们想象的，就像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现今我们是从罪得了释放，从此以后就要做神的奴仆，所以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一样有果子，但这个果子结局是永生的。接下来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有从神的恩赐来的，只有在神的恩赐里面，在我们的主基督里面乃是永生。重复两次，第六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边讲了两次，就是结局就是永生，在基督里就是永生，这里不在耶和华里头，不在基督里面的结局就是夏果，
就是那些要被采收下来的，何等的不同。以前我在牧会里头有一个年轻人，后来他从东岸到了西岸来读书，就在北加，也在一所名校里面读书，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是你知道很多高中生其实是吃药的，是有 substance abuse， 现在也一样。现在我离开牧会了，所以跟这些年轻人距离稍微远一点的，但是我想我大概还是有点了解。他们晚上要赶工，嗑药让他精神大振，那为了刺激精神大振，为了跟朋友哈拉，免得被朋友笑他wimp， 他也嗑药。好了，一次两次，他很多人总是以为自己有办法克制的，但是药这种东西哪里是随便你说想停就停的，所以到后来是不可自拔，在所在多有的。所以他到了北加州来读书，才读了第一年吧，也就是晚上就这样就嗑了药，然后就昏头转向，就从楼上摔下来了，摔过头差点死了。他爸爸就赶过来，那时候长话短说，我们在本地的有一个姐妹到医院去看她，去探访她，锲而不舍，她很感动。那么远，他爸爸来都还不敢跟他讲什么。你想，如果你是父亲，你骂他也不是，你疼，反正这是很复杂的，很难过，在他面前痛哭，那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但经过这几次，他看见他父亲，原来父亲爱他这么深沉。他看到这个姐妹跟他非亲非故了，根本不认识他的，只是在一个大学旁边一个查经班一个侍奉的一个老姐妹来看他，而且是。几乎是天天都去关心他，在那个关键时刻，所以他很感动，神爱摸着他了，他悔改了。以前他父亲，劝他多少次，也因为他父亲没办法出来侍奉，一个很有恩赐的、很有心、很爱主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孩子这样，他也不好跟别人说得很明白，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所以他不肯出来侍奉，我们觉得不。大惑不解，为什么明明很爱主，明明在弟兄姐妹当中，就帮助很多人，影响很大，可是就是不肯出来多一点侍奉呢？原来因为孩子的关系。结果他悔改以后，孩子真是180度的转变。就像这里所说的，罪到一个地步，神说下果结局到了，但如果是在基督里面做了神的奴仆，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在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是我在我生活当中侍奉当中看的是活生生例子，我想也不是我们的经历嘛。我们脱离罪，现在结局可以何等的不同。所以神让奥莫斯先看清楚，神不会永远宽容的，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就用很长的篇幅来讲说，那你怎么避免灭亡的结局呢？有什么样的警戒呢？这里基本上分了两大段，第四节的第八节是第一段，这是讲到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离开不义，要离开不敬虔不顺服，这第四到第八节，不能欺骗，不能违背圣约，不能违背十诫。第二段从第九节到十二节讲到说，那你离开不义去哪里呢？回归神的话语，回归遵守神的盟约。所以不是只有离开不义，离开不义必须有个正确的地方去，其实百姓都也知道了。所以我们首先看第四到第八节，违背盟约的神必追究，所以他要我们说，既然要追究，你就赶快离开不义吧。你注意看这里所描写的关系是神跟人的关系，然后描写人跟人的关系，这个从第四节到十二节都是这样子的。违背神的盟约，神一定追究。这里追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是一种断裂的生活方式，跟信仰不是相称的。这是违背盟约，不是说他没有去主日聚会，这里所重点是说他的生活跟
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接触，在社会上的工作，跟我们的盟约、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圣经的教导不相称，这叫做断裂的生活。你看这里篇幅很长，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讲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不会做这个事，但这个事表达就是说，你内外不一致，前后不一致。他说：“你们这些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还有白麦子。然后用牲狗、用欺骗的砝码等等这些，然后能够赚穷人的钱，没有怜悯心肠，就讹诈人，就是欺骗人，就为了要得利。其实这个简单说就是安息日。”跟日常生活断裂，这边讲说，月朔几时过去，安息日几时过去，这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这个想法里面，或者实际上的做法里面，就不公不义的事情，平日可以做，安息日那天不行。但这是何等可笑的事情！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礼拜一也不能做啊，礼拜二也不能做。没有一天不能，没一天可以做的，不行就是不行。不公不义的事情，何须等到月朔，一直等到月朔过去了，圣日过去了，安息日过去了，哦，今天没问题了，今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很荒谬的事，这种虚伪的敬虔、欺骗的敬虔，安息日跟日常生活，或者是主日跟日常生活的断裂，是神所不喜悦的。难道家中跟教会就可以不一样吗？当然，家中的生活方式、应对的方式那些不一样，那是跟道德、跟真理、跟原则是不相干的。是就是，不是是不是，在教会、在家中是没有两样的，在社会上也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这些阿摩士说，社会上人就是如此，虚伪的敬虔、欺骗的敬虔，神极不喜悦的。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一个同工帮我找了一个剪草的关内庭院的，那是我在20年前在东南牧会的时候，他是厄瓜多尔人，讲西班牙话，英文讲的还可以。天主教徒，所以我跟他谈，他知道我是牧师，所以谈得挺愉快的。有一天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谈到他们的教会，他说：“哦，我们对教会，不应该说正确讲，我们对教堂非常敬重。”我说：“何以如此？”他说：“他们就是这样，教堂是圣地啊，是 sanctuary， 是 holy， 所以他们每次要到要经过教堂，在教堂100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画十字。”脑筋里面不敢乱想东西，嘴巴不敢乱讲话，很敬虔。然后离开教堂的时候，感谢主持，以后他要怎么讲都讲，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这是错误的，你知道很多天主教国家很多地方确实如此。这是为什么教堂变成 Holy Sanctuary？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判断到教堂，教堂代表公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仰完全超越这些。是，我们对教会有格外的敬重，但是在家中、在教会没有不一样。月朔没有过去也是一样的，安息日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神他违背盟约的，神要追究那些断裂的生活方式跟信仰不相称的，神是不喜欢的。所以这些刚才所描写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错误，最大的错误不是于他们欺骗人，这个已经很糟糕了。最厉害的是，和最令人痛心是，他们的信仰不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说他们说用欺诈去骗人，这个当然是坏的事情。但最深层的影响是，他的信仰不能影响到他的生活，也不能影响到他的生命。用今天通俗或者白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你想，如果外面世界看我们基督徒说，哎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传什么福音呢？
那更不要说我们将来跟神怎么交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字里行间，旧约到新约到现在没有两样。我们必须要明白，信仰就是生命，信仰就是生活。有点像杜威，有名的美国的教育大家，他说教育怎么定义它呢？哇，很多很长很长的教育，杜威很厉害。杜威只用短短一个很短的句子就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所以你看，美国的教育不但有讲道理，还有 hands on 很多的，还有 field trip 等等这些教育，杜威 的教育理论影响非到现在非常的深远。他说什么？教育就是生活，你要教育他，让他呢可以独立过活，然后帮助别人过好生活，那就是教育了。那讲的真是很好。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套用一下，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我们的信仰就是生命。如果不是，我们就会断裂。我们礼拜天穿上西装，或者穿上，我现在很少人穿这样的，像我连我今天都已经穿不住了。我们有主日服装，然后我们开的组织路线，那我们还有组织态度。我曾经听过一个有没有有趣的，我自己的牧师讲过一个笑话，不，他不是讲笑，是真实的。他说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有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也很尴尬，但是很好笑，但是也是让我们来反省的。有一天他开车去教堂。这在车上不晓得怎么跟师母有点意见了，哇，就有点口角了。口角可能也不是很激烈，那口角就是口角，讲的都有怒气了。好了，还没吵完，教会已经到了，停了车了，也不能再吵啊。牧师已经到了，不能停在车子里面不下来，因为要侍奉了。好了，吵，两个人表情那个心情不会是特别，绝对不是最佳的状态。就门一开，很巧。教会就是这样嘛，弟兄姐妹过来打招呼，哇，他抬头又看到一个弟兄，他立刻什么态度呢？什么表情呢？他立刻笑容满面，伸个手，陈弟兄你早啊。所以他是开玩笑说，如果我们不小心，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就用这个样式；碰到另外情况，用另外一个样式。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或许最尖锐的提醒不是在这里，最尖锐的提醒可能是在雅各书，说让我们的违背盟约，看不起穷人，看不起希腊人，骄傲等等这些。他说，我的弟兄们，雅各书在第二章里面这样讲的说，若是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对这经文很熟悉了，这信心能救他吗？接下来他又说，这样看起来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了。这里讲一模一样，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约，摩西五经先知书讲了这么多立约该遵行的事，如果有想知道但是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是死的。所以接下来第七节的第八节，神就说耶和华指的雅各的荣耀启示，他跟事关雅各的荣耀，跟他自己荣耀，跟他的属性有关系的。他指他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不忘记，我必永远不忘。第八节接着解释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吗？其上的居民也不悲哀吗？就是一定会的。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水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大家知道埃及河每年固定有泛滥，有汛期，就是神的信实不会忘记。他说不忘记就不忘记。河水怎么主宰埃及人的生活，今天耶和华一样照样不忘记，影响到我们百姓的生活生命。所以这里讲到还关联到神的荣耀，指着雅各的荣耀，雅各来的荣耀，雅各荣耀不过是神给他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牵涉到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公义，神的慈爱的属性，他不忘记。他不忘记什么呢？他不忘记慈爱，也不忘记公义。以赛亚书对上说，
用个比方，在49章以赛亚书讲说，如果一个妇人怎么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会的，我相信做少数几个真是生病的，那是例外的。所有的妇人，所有的母亲，最大的母爱，她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了，就算有一天有些人真的是弄错了，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就在我眼前，就跟墙垣一样，我不会忘记你。神不忘慈爱，神也不忘公义，所以这个说我必永远不忘记。他没有忘记公义，就是你做了错事情，我可以原谅你，我可以为你付出代价，但是我不会忘记的。慈爱也不会忘记的。所以归根究底，如果是这样，你要离开这不义，那要回归神的话语。第9到12节，所以第9节，主耶和华就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气变为悲哀，歌曲变成哀歌。所以众人在树上麻布，头上光秃，好像上独生子一样。好，所以这是一个警戒，就是这里警戒说，如果没有回归神，那有更严厉的结局，就像现在所说的，节气什么都变成悲哀了，因为神不喜悦，断裂了敬虔，已经多次的谴责了。但最有力量的，恐怕是在阿摩斯第5章就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稍微回去看一下第5章第21到21节。24节他们讲的，他说耶和华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从来没有厌恶节期，但是你们的节期他是厌恶的，节期他没有厌恶，但你们的节期就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他厌恶，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刚才讲歌唱这里其实已经讲过了，使你们歌唱声音远离我，因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24节最后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你们做的是做错了，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什么？24节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很有名的字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才是真正神所要的。解决之道要有公义，前面第4节到第6节讲的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又诈骗人欺诈，违背了神 的给他们的誓约的盟约。解决之道回到公义，但是真正公义的核心或者公义的基础跟我们今天很多外面社会人讲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公义的核心在民意，大家觉得这是对的事情，这是公义。有人说公义的是在法律，法律定定了什么是公义。有人说公义是在政府，那集权的政府没有公义，只有那些民主自由政府才有公义，统统错了。这些都有帮助，民意也是好的，法律也是好的，政府也是好的，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政府，本来应该是好的。真正公义的核心基础不在这些上头，在这些上头有一天你会错失掉你的目的地的。公义的核心跟基础在于神的话，更精准的说在于神本身，是神才能够让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如果没有回归神，让我断言说，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话，但让我断言说，不可能有完整的公义。如果没有回归神，任凭再好的民意、再强的法律、再开放或者开明的政府，都不可能有完整的公义。Period。如果有人不同意，我想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甚至辩论的。就拿我们最近世界各地很流行，从2战以来的，特别是晚近这几十年，很响亮的所谓的转型正义 （transitional justice）。从德国，从其他一个国家，从2战以后结束以来，不断在反思，做了很多的事。我同意，这都是好事。现在转型正义在美国还在做，美国已经慢了很久，其实没有做完。很多人说美国根本没有开始做，但是这个是该做的。但是
如果你以为转型正义可以让我们真正找到正义，我说你会错得很离谱。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几十年了，转型正义仍然缺乏公正客观的评估。理由很简单，如果是 moral man in moral society，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 immoral， 都包藏了很多的不正义的，那你凭什么说这一群人的就是正义，那群人就不正义呢？你把它转成另外一群人，只是把不正义转到另外一个群体上，然后把正义把虚伪的正义转到另外一群人身上而已。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政府敢说他的转型正义很重要，还包括南非在内，没有人敢宣称，或者没有人敢断定说原来我自己也是不公平。如果自己不公平，你转为什么敢转别人的转型正义呢？所以我今天不想多说这个，像 BLM 求神怜悯，要不然走岔路的机会是很大的。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不是转型别人的正义，我们是讲到说原来我自己是不公是不义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那我们没有正义可言，不回归神不可能有完整的公义 period。 焦点不在 T 而在 J， 焦点不在转型，焦点在正义。问题是人没有正义，社会没有正义，国家没有正义，就神才有正义的。所以归根究底，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个关键，最关键的警戒。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渴，饥饿并非无病，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第十二节讲到什么？他们的情况，可怜的光景，东奔西跑，从海到海那边，从北到东，来来往往，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然后第十三节、四十节，待会我们会过来讲。这里说，日子将到，他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因无水。那到底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还是听不到神的话？原文的讲简洁有力，就那几个字，很不好翻译。我觉得和本翻译还是很精准的，今天的经文和本翻的我觉得很到位。你知道新译本翻译他翻的是说，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到底是耶和华在讲话他听不见呢？可能也是。还是不听呢？明明有听的但是不愿意听呢？两个意思都可能有。我的本家听说姓吕的有不少会翻译圣经的，但是我的本家吕正中翻译的这个翻译的有意思，他说想听永恒之主，永恒之主，永恒主之话的饥荒。这什么意思呢？他根据原文是蛮符合原文的意思来翻，但是我们不是很懂了。怎么会有饥荒呢？难道摩西五经以来、先知书以来、诗篇、智慧文学这么多的神的启示还不足够吗？怎么会没有说没有神的话？明明有神的话，哪里缺少神的话？圣言启示已经完成，即使在阿摩斯的时候，摩西五经早就已经定型了。所以不是没有神的话，是有神的话，而是人不听的，不愿意听也不想听。这跟今天社会一样，最迫切的需要是圣灵光照，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在那里了。圣灵光照让我的圣言、神的话语能够被解读，能够活得出来，这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所以和本翻很正确，是因为人不愿意听、不肯听。我相信在疫情之后，我们需要更忠心，但需要更智慧的侍奉、传讲神的话。现在人就像提摩太后书的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劝勉、劝诫一样，他说务要传道，你一定要传神的道、神的话语，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要专心要传道。而且不但这样，还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或者责备人，或者警戒人，或者劝勉人。他给了一个理由，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对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听起来蛮像今天很多时候的情况。其实在末后的时代，
我们现在就在末后的时代，从保罗那时候到现在，人的倾向就是如此的。所以耶和华说，到处有饥荒，不是没有神的话，是人不肯听，不愿意听，掩耳不听，偏向很荒谬的言语，甚至 很积极很热切，而且是格外的努力，东奔西跑要寻找神的话，但他不晓得神的话早就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少分量？在我们家中、个人，我们读圣经的时间占了多少比例？跟你上网、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或者是我想我们的年纪大概不会上 TikTok， 年轻人会长，但我们上这些社群网站的时间，跟我们在读圣经、思考神的、反思神的话语的时间，分量足够吗？我们在家中，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分享谈神的事情、圣经的话语，分量足够吗？我们的教会崇拜当中，我们让圣经在一个对的位置、对的分量上吗？现在很多教会已经不再教读圣经了，甚至有些教会的讲道，他讲的道的内容跟他读的圣经，根本是断裂的，没有什么太大关联。你叫他怎么应用神的话语呢？在我们小组团契当中，我们读圣经的分量够吗？还是小组团契就是交通，就是分享，谈生理学，谈怎么养生，谈怎么样投资理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整个小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圣经的分量够吗？或者是我们遇到抉择的时候，碰到需要思考说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读经圣经的话语可以占了多少分量，可以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甚至限制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我想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忠心，还有更有智慧，不但自己这样看重神的话语，也帮助弟兄姐妹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的重要。所以前面第一个罪的工匠乃是死，第一到第三节神已经讲了，结局到头了。但是你可以避免，北国就没熬过，南国犹大又在多延续了100多年的，所以给你一个警告，怎么可以避免这些灭亡的警戒？如果再不听第13到14节再回过来说，如果你不肯悔改，结局就是如此。当那日，第13节这样说，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十八的神的道起誓。好，这些人都指着起誓。最后耶和华这样说，或者阿摩斯这样说，宣告这些人，以上所讲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不肯悔改的结局就是这样。这里几个简单的要点我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没有神的话语，人心就不得满足。所以第13节、14节讲的就是他们东奔西跑，描写是一个情况很迫切，十分干渴，是必然的。今天不一样吗？今天你上网哪些资讯不多了？你是办一个什么讲座，比较热门的讲座，或是医治也好，或者养生也好，或者是各方面也好，那人多得不得了的。没有神的话语，人心不得满足的。第二个，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悔改认罪的智慧。疾病的人病急了更是万头疑，平常他不急，他一急起来什么都可以。所以第14节讲说，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又指着别十八神的道起誓，东指西指就是忘记耶和华，就忘记回归圣经跟回归神的道。所以你想，这多少年来跟10几20年前比起来，你现在在电视上、在收音机上、在书本上，甚至在教会当中，你听到有多少真正清楚点出来人的罪在什么地方，需要悔改认罪的信息，相对来说少得多了。
那跟宋尚杰时代那根本不能相比，宋尚杰几乎一开口就是人犯罪了，弥陀僧时代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福音派兴在兴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威尔士大复兴是这样子的，美国大觉醒没有一次例外。我们包括的有出一些先知，真的看出来在哪些地方我们得罪神了，然后一讲明人也可以明白他讲的真是没错，我们确实得罪神了。我们迫切需要有悔改认罪的智慧，不能像今天这个情况。你想今天的世界多少政客多少领袖死不认错也不道歉，总怪罪别人，上行下效，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子的，福音怎么可能兴旺？这些政客当中有不少人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我相信他们也是，但是我不管他是谁，我们不用管他到底是谁，神要在这个时代我们迫切需要能够悔改认罪的智慧。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期待教会，也可以期待信徒，也可以期待教会的领袖，我们真的迫切需要悔改认罪的智慧，免得神说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这些人都是神的百姓，是蒙召拣选的人的。当这样讲表示是警告，他表示神仍然宽容等候人悔改，他们扑倒不起，这么严厉警告还有机会的。你往下看第九章马上就要讲到复兴的，神仍然宽容等候人悔改，我相信这是重点。我就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会友，大概十七八年前吧，他婚姻很美满，我们认识他很多年了，但突然一天他离婚了，我们都完全不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离婚。你知道很多他的先生出了状况，通常太太最后一个才知道，后来说我跟你没办法下去了，他大惑不解，都在教会出了那么多年了，都突然就要离婚了，他非常痛苦，他不明白，我们也没办法，怎么抢救，有时候抢救不回来，就救不回来，先生走了，太太留下来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跟师母和其他同工只要安慰他，鼓励他，坚固他，鼓励他多读圣经祷告，那回想有什么需要回转的，他疯狂的读圣经，因为他是没有出路了，他这个突然之间当头一棒都把他打昏了，他真的不晓得自己到底出什么错，回去读圣经，一两个月当中就把圣经给读了一遍，回头又再读，因为那时候他真的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也不晓得怎么样活下去。圣灵很奇妙的，当读了圣经以后，他阅读说原来他以前犯了很多的错他都不知道，骄傲的错，不肯赞美的错，也不肯感恩的错，一大堆的事情他阅读 越清楚，所以他整个人就回转了。后来很清楚就看到这，我现在想起来就很感动，那种逆转的是真的不是人可以做什么，不是我们劝什么就可以，而是真的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他真的彻底明白了。那在教会里面他很积极，他 也很低调，但是也不害怕，说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后来他又结婚了，真的悔改又结婚，婚姻很美满，在教会侍奉的很蒙神使用。我想这个就是，如果他有一天听到说这扑倒了永不再起来，他想不就是他的情况吗？他本来以为自己很不错了，东找西找，这个也行那也行，能力又很强，那家道又丰富，什么的都是好的，像金童玉女一样的，他们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了，原来错了。神给我们严厉的警告，但是宽容等候人悔改，若是如此，回归到神还是重要的。我相信今天神也是一样，他恩典临到，让我们有饥渴，是饥渴渴慕神，并他跟我们要说的话，若是如此，神必有祝福。
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颂咏，那之后我们接受神的祝祷，我们一起起立。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基督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在主的面前你可以站立，你不方便在原座上，神也鉴察的。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再用你的道来指教我们，好叫我们明白这样的世代能够遵行。我们深愿得到你的祝福，我们也清楚知道你愿意将那丰盛的祝福赏赐在我们当中，这唯愿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你就这样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我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能成圣，又愿你的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如此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我们做奉献祷告。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这样讲，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神，谢谢你丰富的预备和供应，我们为着这一切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现在就请你悦纳我们大家 心甘情愿的奉献，请你把我们的奉献用在传播你的福音大业上。阿爸父神，请大大的使用我们这一群人，谢谢你父神。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现在我们请林长老，林长老还有开西长老有事情报道。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早上看圣经的时候，神有这样的话语给我们。神说，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必暗暗的保守我们在他的亭子里，把我们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最后将我们高举在磐石上。
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真是要静静的等候耶和华。今天早上很高兴，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加入我们祷告会，感谢主。我现在要报告的是，如果你看我们的中心的这个这些长职同工们在开会9月6号长职会议记录里面有提到说，因为牧师要退休了，所以我们这个领导的同工们就组成一个核心的团队。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就包括了我自己，还有我们的顾问长老 KC 长老，还有两位被提名将来要当长老的弟兄，我们的卫一弟兄跟 Albert 弟兄。我们知道这两位弟兄在教会里面都是很忠心的侍奉。那我现在要看到的是，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去年有一位来我们教会以后，他自己就开始在弟兄姊妹之间侍奉。我看到这么许许多的弟兄姊妹里面，这他是很特殊的一位。因为有时候人在有变动的时候，甚至在就是特别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躲开，常常是自己封闭自己。但是这一位弟兄呢，他是亲自来服侍，没有人要他服侍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服侍。这位就是 KC 长老。KC 长老我们其实跟他一起同工也有一段时间的，很多时间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讨论教会的事情。我们 KC 长老在这个华府有一个中国教会叫做基督教华府中国教会，他是在那个 Washington DC 那个地区。 KC 长老跟师母在40多年的侍奉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跟他的分堂，他在各方面都有许多的侍奉，不但在主日学教导，也做关怀辅导。他当然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当过执事会主席，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案例成为终身长老。他在服侍的时候是弟兄姊妹看到他活出牧者的胸怀。这一位我们跟他几位同工联络的时候，就是要特别要看看 KC 长老在过去的服侍的时候，有一位长老叫做吴明正长老说，他10年前被KC 长老被差派到那个分堂，就是在那个 Clarksburg 的 branch 的时候，他这个吴明正长老跟他的妻子加入那个牧养团队，他在那里跟他们一起侍奉。看到 KC 长老是不分昼夜，常常的关怀弟兄姊妹，常常要跑医院去为他们上法庭等等，他实在是尽心尽力的成为我们服侍的模范。所以我现在借这个时间，我来让 KC 长老自己介绍自己好不好。我们欢迎 KC 长老，他将是我们教会这一段时间他是我们的顾问长老。好，谢谢，谢谢，林长老，讲了这么一番的话，我也自己也不好意思。其实我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主给我很大的恩典。在其中，
我也从弟兄姐妹身上学到很多美好的功课，对我一生享用不尽。其实我40几年前是在 Berkeley 念书，也是跟在那个时候跟我太太认识的。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到了东岸。1年多前好像总是有一个感动要回来这个地方。回来第一个地方呢就大概在10月中吧，去年10月中就参加了三一教会的聚会。我非常欣赏三一教会，神在其中赐了很多很有才华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跟一些人说我非常羡慕这个教会，因为神把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放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在这个教会侍奉的岗位是什么的，因为本来以为离开东岸的教会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享受在加州的生活。但是现在回来想一样事情啊，就是说我在东岸教会侍奉的同一个教会侍奉了40几年的时候，我经历到很多牧者的来，也经历过很多牧者的离开。神让我了解经验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教会的影响有多大，也让我学习如何经过这个风浪的时候如何去重新建立教会。所以当我回想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可能把我们从东岸带到这个地方，想也没有想到神要用我在什么地方。但是感谢主，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过这段时期帮助我们重新教会向前走。然后呢我也愿意我跟林长老说康主叫我做的事情我都愿意做，无所谓 OK。 所以感谢主了，康主也容许我有机会侍奉，跟他们一起来侍奉，跟你们来侍奉，是神给我无大的恩典。好了，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谈吧，谢谢。好，谢谢 Case 长老，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师会云鹏弟兄。好，谢谢。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我们的祷告和报告事项。今天非常感谢吕院长的证道，请大家回去继续为吕院长祷告，也请多读思考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今天的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新的朋友，欢迎你继续来我们网上一起来敬拜神。今天一个特别需要指出来的，这一栏是宣教祷告会，本来是下一周，现在我们是其实时间单张写的是下一周，其实我强调一下是今天下午1:30聚会。我们非常欢迎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参加，这边是 meeting ID 和 password。然后还有一个宣教年会，我们是在10月2号到4号，请大家以 Zoom 的请大家参加。今年我们的讲员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陈威恩，有圣灵厚厚的浇灌讲员和每一位弟兄姐妹，教会有全新的宣教意向。然后还有会员大会，我们是在10月25号召开，讨论的内容在这边，大家看一下。
其他的来强调一下祷告会。我们祷告会是每个主日早上9点和周三晚上8点有祷告会，请大家积极参加。好嘞，也请大家特别为美国祷告，让美国选出合神心意的总统。请为肢体代祷，请为身体软弱和有病痛的肢体代祷，为罗恒、Evelyn、郑经义姊妹、康华弟兄的身心灵祷告，求神加添力量和信心。真的求神，我们同心祷告，求神赐下医治的大能，彻底医治我们有病痛的弟兄姊妹。我们这周的守望祷告是为吴湘林、郑静怡、吴婉琴、肖东方、邢志坚、姚燕君等家庭守望祷告。谢谢大家，今天的请大家默祷以后散会。定义中